哇！我昨天给我发这个，是吗？真的。嗖嗖！来了水上公园玩，太爽了！沙滩，50米的六露天泳池，水温感觉跟澡堂差不多。刚从朝阳公园的沙滩那儿游完泳，然后来到了这个地方，看，叫做 Blue Frog。应该是北京做精品汉堡最早的地方了。有意思的就是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就是这个，看这牛排啊，因为它翻译，看到了吗 ？Medium rare， 翻译是多少？四成熟。今天我们和弹钢琴的大师 CJ 一起来享用一下汉堡。我们上来了鸡肉凯撒沙拉，哇，我的手撕猪肉汉堡，真棒！这个面包可还可以，还有 lasagna 千层面。好了，拍不见了。薯条应该是，这是芝士酱吧，蘸一点尝尝。嗯，当然还有大汉堡。手撕猪肉叫 pulled pork 啊，单手不好拿。多汁，我昨天做不出来这个，是吗？真的，手撕猪肉非常难做。进入正题了啊！我们将其命名为脱臼汉堡，下巴脱臼汉堡，越脱臼越好吃。我应该要 medium rare 了。对，你这是牛肉的。嗯，可以。我昨天还录了个 G 弦上的咏叹调，开盖录的，音色非常好。回头我们把 G 弦咏叹调作为 BGM 放进去。这也太便宜了吧！周一汉堡买，周一每周一下午4点后购买指定汉堡，可获赠一份同价汉堡。一个没吃完，不行不行，现在饭量绝对不行，搞不定。咱俩可以100块钱吃的吧，吃饱没有问题。对啊，就对，两个人来直接点一份、对吗？对啊，挺好挺好，没有问题。我刚吃完那个蓝蛙 Blue Frog， 哎，应该啊，拿一个学一下这个姿势。这个姿势。